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，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，还会提示我注意脚下的台阶。我坐到座位上，娜娜给我一个 iPad， 里面有个发型库，几千种发型任你挑选，光寸头的寸法都100多种。选定之后，托尼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，先生这个什么，这个什么 ，OK。然后他会用梳子梳我的发路，朋友们，他超温柔。作为一个男生，很少有这样的体验，他剪一刀他梳10次，然后捋那么一小撮在自己的指缝当中，微微的剪出一些层次。再把我的头摆正，看一看镜子里，没有任何区别。